好意思，想进本店请穿校服，欢迎光临，我们有预约，学号208200。这边请。这么多笔用哪支啊？我要一道老式数学几何烤面筋。您要什么难度？5分难就好，太难的我不会写。前菜来一份烤单词，主菜要香煎和太极全诗默写，文言文鱼配唐宋古诗词知识，再加张82年高考题。好的，请稍等。烤单词，请慢写。这么大盘才一集。我们已使用顶级墨水，由米其林老师亲手出卷，题不在多，在于精。不愧是82年的高考题，完全看不懂。买单，一共66.66循环分，成绩为 C， 请问您是否满意？是你，原来是会员啊，赠送您2道附加题，恭喜你们成绩优异，欢迎下次再来。数学才考69分，必须得治。我们要挂派老师的号。派老师本月预约已满，下个月再来吧。不用上课喽。该几几何题全错，可能是体内缺少微量元素派，需要补充派物质。原来如此，谢谢老师。Nice to meet you。挂错号了，蜥蜴在那边。红笔放大镜，擦汗，口香糖，改好了没有？你的英语成绩不容乐观，需要转移到多媒体教室。这些外国电影每天看3次，每次看2部。为了英语进步，我看。您好，收您5岁。我今天要参加同学会，得再少2条作文才行。随即再去买些零食，纸条贵的。收你10岁，这还差不多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妈妈好漂亮。本喜中奖号码是2888888。哦，中奖了！走，我请你吃大餐。
年龄交出来。你欺负我跑不动路。哼哼，拿了吧你。把年龄还给我。拿来吧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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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姑大嫂过年好，祝大家财运滚滚。嘴真甜啊，过来拿红包。谢谢大姨，谢谢二叔，谢谢三舅，谢谢十三姨。你要趁年轻多读点书，年龄我来保管。年龄超过寿命了，快拿走一些。贼族太脏了，我帮你洗洗。十八开始了，快穿上，来不及了。长跑冠军是猪王子。贼族您好了，加油！猪王子坚强。穷啊！拽哥队获胜！哈哈哈！这是我给鸡鸡买的豪华版至尊运动钉鞋加长钉自款。拔河比赛开始。75.75.1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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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人一骑就轻松了。你们麻利点，我去趟厕所。李屯家里六口人，估计现在在工厂打螺丝，快去抓他！
再满足你一个愿望，走吧，放我回家，慢走啊，拜拜。切，什么烂剧情，修改。上路前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走吧，我的愿望是再有100个愿望。冷热，这还差不多。你逃掉！想知道我邪恶计划的目的吗？事到如今就告诉你吧。哼哼，绳子快割开了！我度过了不幸的童年，那时候就发誓要改变世界。反派话怎么这么多？好烦！删除。算了，不说了，再见吧。还是让反派说话吧。告诉你个机密，白吉喜欢吃咸粽子加香菜。隔壁有人偷听，还讲这么大声。浴室没热水了，你到电视里洗吧。嘻嘻，老娘又不是没看过。先倒入葱姜蒜爆香，有切好的。再倒入鸡肉。等，我没鸡肉，分为两。最后像我这样翻炒。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宫保鸡丁就做好了。好的，尝尝我亲手做的宫保鸡丁。刚才好不好？风啊，又迟到啊！走我的大狗子！有大狗子就不会迟到了。赛吉收服了大狗子。赛吉，你愿意每天只玩一小时手机，只用它查资料、听歌和学习吗？我愿意。好，我把它交给你了，一定好好对它。嗯，恭喜老妞走掉，同喜同喜。不，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他会害你成绩退步的。埋都埋了，不退货。再玩游戏我就把它砸了。不是他的错，要砸就砸我。偶尔放松一下没关系啦。这个家付出一切，你们还帮手机说话。我的手机，手机你在哪？千万不要有事啊。你有看到我的手机吗？身高15厘米，体重200克，做掉的时候穿着青蛙图案的手机壳。我捡到了。你看我的手机不亮了，快看看吧。手机机主，进来一下。我对他进行拆机手术，发现主板电路灯多处粉碎性曲折。我们尽力了。手机没有你，我可怎么活啊？我才下载了2个游戏，只用了600 M， 我还没和同学开黑呢。等一下，我手机卡了。我的手机以前也会卡的。你吃那么多了，这根归我。慢着！你干嘛？这是诚实水桶，只要诚实就会获得奖励。
哎，小朋友，请问这是你掉的那根鸡腿吗？不是。诚实的孩子，鸡腿奖励你了。嘿嘿嘿。小朋友，这是你不是我的。考试你不复习吗？我升级一下大脑，考试轻松搞定。Hello。啊！放我出去！有更好的人替代你生活了，陶太平，陶太平。不要啊！这些旧玩具该丢啦，再给你买新的。别别别，还能用。北京时间8:17，孩子即将出生。17分，17分。啊！我要凑到整数再出生。他回去了。休息就好。什么？我不可能不齐。注意休息啊！哥，谢谢你这99年的照顾，一路走啊！